到了我们路线说明时间了。我们今天要走的路线呢，是我们原乡纵贯线的其中一段，周族的南州北州串联。今天第一天要由现在这个产业道路呢到高雄纳马夏，那纳马夏那边有卡拉卡拉部族，它算是周族里面的南州。那我们刚刚经过那个茶山部落，它算是北州，当然这是学者的分类啦。事实上这几个不同的族，他们的语言是互不相通的。对，像那个纳马夏的那个卡拉卡拉部族，还有高雄桃园的那个沙鲁阿族，沙鲁阿族他也算是南州了哈。对，哦，不过我们这次不会去，他们这两个族，他们共用语是布农语。现在已经过月岭点了，你看那个对面那边的山有没有？那个山都很高，有没有？那边应该属于玉山山脉。我们现在骑的这边是阿里山山脉。你们有去过吗？有啊。假仙有卖阿后。假仙卖什么？阿后。卖的是我们这边很喜欢吃的一家面，叫阿后。